Hello， 爆米花们，好久不见！相信各位和我们一样，对这次演唱会期待已久了吧？再次见面前，我们诚挚地倡议大家和我们一同努力，保证本次演唱会安全有序、顺利地举办。本次演唱会采取电子票入场方式，每张电子票均实名认证，进场人身份信息需与电子票实名认证信息相符，方可进场。请大家保管好自己的门票与证件，有序入场，按位置落座。请大家务必认准官方购票平台，切勿私下转售门票，一定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和信息安全。我们郑重提醒，粉丝购买转售门票将面临人证不符、无法进场的风险，粉丝出售门票将面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黄牛，今后无法再购票的风险。同时，我们希望大家务必遵守场馆秩序，恳请大家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场外聚集、应援活动，也不要将大型灯牌带到现场，尤其是严禁出现挥舞旗帜、拉横幅等非理性应援活动。据我们了解，我们的暑期演唱会筹备地的职能部门将现场观摩本次重庆演唱会，本次演唱会粉丝秩序将直接影响到暑期演唱会的报批工作，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公共秩序，展现时代少年团粉丝的良好风貌。此外，考虑到大家的人身安全和公共秩序，请大家不要在场外搭帐篷过夜，严禁组织参与夜排，在演出前睡个好觉，演出时再和我们一起享受舞台吧。最后，场馆内水泥地和阶梯容易摔倒，请不要奔跑，注意脚下安全，只有你们安全平安，我们才能安心演出。很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，我们也将努力创造更多与大家见面的机会，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，演唱会现场见。